好不好？好吗？那我们来加码看一下，这个是三号笔电级的平板，搓一搓不会变六号。想抽中大奖的举个手，我看一下。很好，那帅哥你离我最近，给你沾沾手机，帮我丢进去，放在你自己知道的位置。送一张不够啦，最后一场活动，小朋友这么多，带回家可以打字交报告。一样笔电级的平板，直接帮你们丢进去。那看我最后一个重点是200块，不是20万吗？你们有玩过刮刮乐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中，那你没中会拿到垃圾废纸一张，你会打老板吗？不会吗？啊，最烂主持人有送你2000块的耳机跟无线充电盘，主持人真的没有赚钱，参加活动好玩而已嘛。那听完游戏规则想抽中大奖的举手，很好，那想玩的朋友赶快的，200块交给工作。